块这些要磨那个，要是搁外表啊，这个就不行了。这活儿拿的这机子，你差不点都不行。人家家具材嘛，拿的嘛玩意儿，拿的小刷子，点不点儿，人家才不能那么些个了。我也不也不能说人家具材不能那么些个，有时候人家干的活儿比他干净。就这后期脚干了之后难收拾啊。对呀、啊，就是不好收拾，刮不好人家也不耐给他刮呀。他就在边边角角磨也不好磨。对，咱是自己刮，说话的是就是。是嘛玩儿？沈阳来的那么个我那学员，这孩子应该干活老好了。这胶啊，它有点滑了，你看这样，它滑困，上下时候，
这种蛤蟆煎呢，这都是带夹皮的，不用没什么没事儿。这里头都是不透气儿的，要是这种透气的，这种就不一样了。它这个东西有个夹，有的做的这个东西它不带夹。拿个卡子把这一卡子去，拿这大卡子，对，就从这套了，对，从套从这里套，从这里套，过去过去，行，这过去行，好，这个过去，那个是我那内蒙的那个，来那些要搁这么搁住，好，对。行，用不了多少了，一会儿我再慢慢的消停它就行了。这个呢，咱把腿子一块儿给它装上，这个等会儿我放这儿，俩对俩送我进来，好，好嘞，对，所有的胶在这腿子上就行了。这个腿子呢，我看看，这是一个高低水的。高低水的这东西啊，啊，哟，这有点模糊了。好，我呼的胶。太牛了，行，没事，正正好好使上劲了，再留俩没歇着的，正好。刷的怎么就拉不开？这边把脚弄烧好啊！不行，弄烧你洗不下来这脚，这脚一会儿弄完了，你得赶紧洗去。这上
豆芽儿，豆芽儿啊，那个贴上脚，就这意思，这个锤子楔哈，要撩起来，立起来，对，来一个面，好，好，这个呢，我看一眼啊，上面那个大毛病了，哎，这个我就是有地方啊，你看见吧，那卡子卡卡，就行了，原来是慢了，它这个东西是松的，好，上卡子就不嘛玩了，意思这活就是这活。我应该没嘛毛病，好，就这样，把那个嘛，对。